早上噪音污染就开罚，那个庙会就爆炸了。你说昨天那种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那是晚上十点还是几点之后吧？没有在讲几点，那是几点？我说没有在管几点的，可是也没有讲到分贝是怎样。早上好了。所以你有看跟没看是一样的。对啊，你知道那些团体，比如说像军中那一种大型团体，然后航空站那一些会发出很大噪音的，自己要监测，要有设监测设备。监测设备要干嘛？自己管好自己的意思。知道自己多吵，这样吗？然后也不会怎么样。我200分贝又怎样？有知道自己有监测。啊，你查到了什么？我一直在看3000元起票法则，这样算是民用航空法吗？这才几分贝而已，所以你要买分贝计是不是？你查到我都飞完了。嗯。真的很细啊，还要整个一个一个进去看。这么细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坐车来。他怎么这样骑？很多都这样。害我吃到地板了。
东西，然后他们可以来拿那个声音监测。那是怎么样的分贝啊？我没看到啊。难怪会有法律系。该回家了。Do-do-ba-doom!